都是我搞砸的，没有拿到上神学的宝图。亲爱的，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小夏被魔家老附身这段精彩的情节呢？我每天忙着想新点子娶老婆，一时匆忙忘了嘛。而且你看，现在还不是一尾活跳跳的生猛鲜虾吗？没事的啦。嗯，相公说的是，我们有很多夜晚可以好好讨论这个话题。人家在恩爱，然后何路？夫君，外面有贵客便临，何不进来坐坐？燕大侠好耳力，只可惜礼数欠缺了些。远客相邻，应该是主人出门迎接的吧？你们先在房内待着，不要又中了敌人的诡计。大哥的佩剑，认得吧？虽然16年了，我可是保养得很好。一点儿锈也没有。我当个人现在哪里？亏你还自诩为天下第一聪明人。这语气好说，莫非是江玉郎？我真笨，你早该想到是你。哈哈哈！你手筋用得很好，知道伤我的命，江无缺就死定了。爹，求你放了他吧。我眼里已经没有你这个女儿了。我爹呢？请你放过无缺吧。你们都不用再说了，你有什么条件？哈哈哈哈！认识了这么久，还是小鱼儿最了解我。我要上神诀。我没有上神诀宝图，要怎么？顾苍燕在武林大会后公布，赴五行极端处取得五行之秘宝，就能打开望向窟，取得上神诀。这么一来，武林岂不是沸沸扬扬？又要掀起一场夺宝的腥风血雨了。由你们取得上神诀，跟我交换江无缺。要是让你得到上神诀，江湖岂非永无宁日？不愧是我养育16年到处替我杀人的狗，对主人了解还真深刻。要是我得不到上神诀，第一个下手的江无缺，你看着办吧。云儿，娘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爹回来的。有这么容易吗？夺宝的消息此方已经传遍武林了，堂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才是最后的得利者。过多的食欲于事无补，为今之计，设法调查五行极端处，取得五行之秘宝才是正途。应伯伯说的是，为了避免10多年前江云郎之父江比赫利用烈南天宝藏，让正邪两败俱伤的毒计重演，我们应该在暗中调停，以免事态恶化。你这提议好，但江湖甚大，难以兼顾，我俩应该分头进行。你身子跟铁打的一样，我很高兴，可是我的心不是。每次一想到你和小夏，我就……你会心痛，大嫂也会。我这次去帮个助云儿，取得上神诀，早就救回无缺大哥。我晓得的，你和燕伯伯快去吧。等我回来。小夏，你要好好照顾你娘，
要是让我老婆饿着冻着，我是不开心，回来有你受的。娘，你想吃东西、穿新衣服，还是你别跟你爹耍嘴皮？只要你出门在外平平安安，娘就高兴了。云儿，留儿在门外，记得。小弟，我们走吧。好。我明明知道铁面人就是江武卷，却不告诉云哥，让他错失团圆的机会。云哥失去父母16年，我却要失去父母一辈子。难道这是我自私怀恨的报应吗？好矛盾！我是当初帮江武卷，就对不起父母。可是站在爹的立场，又何尝是对的？为什么我要在这种状况下出事？其实我并不是特别轻蔑习武，只是把当年所有的疑惑都依附在剑上，努力挥动，直到脑中一片空白。你可以把思念、抱怨、疑惑、各种困扰自己的问题卸在剑上，向远方的天空射出去。我想你的心声一定能传达出去的。你好自私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好，阿燕伯伯嘞？燕南天，燕南天，一个多位，燕南天，燕南天不见了，好，走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去找五行极端之处哈，有一个在二人谷了，我还记得。好，我们先来鱼白手的房里哈，这个要点解一个支线。嗨，加提示。哎达，老师姐好。功课哑巴吗？大师姐好。牛郎师傅，这怎么了？我听说有两个不生财的后辈，竟敢在宜春岛宝贝图我的歪脑筋。为了避免咱们这行出败类，只好抓过来树德兼修一番。呵呵，没想到小小姑娘，我也有生个大师姐的一天。还不道歉？大师姐，我们一时贪心，幻想偷你的白鸟鱼呗，对不起。这我们一点心意，进来去吧。农民的眼泪。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抽水是怎么来的？我们曾经打听一阵，是山西一带的农民恳求阎维神降雨所流的泪。山西有一阵大旱，收成不好，农民生活艰困。要是有大师姐带着农民的眼泪去阎维塔祈雨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哦，有个地方让他帮你道具为生就好了。OK， 好，好，阎维塔密室，是这个吧？这是密室吗？是，这是密室。哎呦，阎维神，虽然我与道格高尚无缘，方不着刻意做好事，但是民以食为天，老罗阿伯婶婶再见不到雨，大家都要饿肚子了。天下最要紧的事就是解决饥饿问题，我最清楚这个道理了。阎维神啊，虔诚地祈求，除了人类以外，万物都渴望你的恩泽。山里河湖里边的动物都怕起了大旱的日子，求求你。好久，已经有百来年的岁月，人们自满于水利工程，忘了对水神的敬重。你该不会是？孩子，你误会，我并不是那种不受供养就故意降下灾厄的邪灵。你背弃？好女孩，我们从来不曾服膺于人类，更谈不上背弃两字。这蓝神灵在各自领域善尽职守，保持天地的均衡运作是命运。那为什么还会发生严重的干旱？大旱造因于滥垦滥伐，破坏水土涵养，人们可以说是罪有应得。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农民受苦？
环境与自然神灵是表里，环境持续恶化，我们的脏腑也在烂坏，这些年来灵力消耗殆尽，即使想要出手帮助也无法发挥力量。难道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我需要两种东西才能恢复往昔的神力，其一，农民虔诚的祈求，其二，重新施术的基本灵力。农民虔诚祈求，这有农民的眼泪，请你收下吧。那基本的灵力是对我们来是司师长招式的真气。你们是否愿意每个人折损真气最大值十点来为众生祈雨？我们没有办法。扣扣扣扣，让我施法吧。我得感谢你们的善心，这是我的分身，召唤兽幽蛇，以后任由驱使。谢谢。我现在的帮忙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，一切的根本还是要人类自己爱护环境，与自然共存共荣。好，好，来到灵方，踏水无痕。有了，今天真是无奇不有，今晚大太阳底下，给我瞧见个冰冻人。你没看见这人表情透着惊骇吗？这倒是，寒冰透体在这头下还能久灵不容，实在是奇怪。哎，奇怪奇怪，真奇怪，实在奇怪。对，最奇怪的就是你们三只还能在人间活得好好的。大哥二哥，这女人是不是又在诋毁我们？哎，不要理她，这女人嫉妒咱们五十年过后，我们还跟现在一模一样。她已经被岁月折磨的不敢照镜子了。三只可恶的老妖虫。三怪，你们刚刚说哪里奇怪？我今天早晨在广场扫落叶的时候，看着这个人浑身颤抖跑进来。那皮头都说什么水之极端，在移花宫有个寒冰地狱魔女叫妖乐。是妖月啦，由他保管着水之秘宝天霜晶。然后他就在我们前面叮咛，变成极冻人了。是蟑螂变成极冻人吧？是精灵，是蟑螂。我们先告了，那个二小烈可以为两个字斗上好几个时辰的嘴。哼，笨蛋加七级的智障妖怪，怎么可以骂人家智障了？想学气候无死，属性无死嘛。天下可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。要是你们找五个生物来灵方禁区，我们就传授气候巫师。你们是想让我无聊死吗？阿南，过来去，天下一定有很多苦做的，可以迁居过来。你们帮我找落脚处了，待会我就动身前往灵方，开一家上好的武器店。有灵方这个地方，刚好给你们两个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小乔，你需要谁动身去灵方卖东西？我考虑一下。选空空儿。是你的吩咐，我马上去。好，第二个。你们真的找到了与世无争的地方，待会我们就动身前往灵方。好，走，就这样。好，谢少廷，谢谢你们替我安排这个住所。各位大侠，常常出门在外，要是怕亲人疏远照顾，可以接来这里，我会帮你们看护的。我想接林英懒娘过来住。好，走喽。这第几个了？第五个了吧？奶娘，你进来可安好？多谢姐姐福，一切安好。
这一阵子不见，奶娘又憔悴了。奶娘，我找到一个新地方，借你去住好不？小姐的好意欣然接受，那我马上安排。以后奶娘就委托少廷照顾了。放心好了，我会好好照顾您跟大婶的。小姐，谢谢你。好。哎，他会讲话了。你最好不要被那个三个怪角色混在一起，小心被感染第一智能细菌。明天会讲一些没营养的对话。我们就找几个当少群弟弟的好朋友，叫空空来，有不知名的礼盒，我记得会开掉一些蛮好的东西，所以我才叫空空而来的。可是我钱够吗？钱是不太够啊，不是，他也太多了吧。好，那我们来鉴定一下，鉴定等级六是够吗？开鉴定咯，不知道开了什么，用过的册子，这啥回？明雷甲，日月神灯，金钻药，靠药。神秘果，冰冻服，看起来是给女生穿的。千年灵芝，好，可以。红花，烂东西。香蕉皮，哎呀，翡翠戒指，常见，烂东西。蒸汽丸，狗屎。防火衣，上心，超好鞋，输赢转身单，譬喻琵琶，极热镇魂，哦，这应该是给黑喜风的，坏掉的包子，好，没了。应该是固定的吧，我记得是固定的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再试一下。刚是这个吧，我们存这个，然后我们看一下黑喜凤，我记得不会每次都是一样的。哎，刚刚不是有一个是什么镇魂什么的？譬喻琵琶是哦，不会受到任何特殊攻击的影响。哦，好怀念哦。对，很多都丢人东西，翡翠戒指。哦，传说中的秘密商人。哎呦哎呦，那时候要赚钱的，我们等一下预预看，应该是一样的啊，好像丢人的哦。我记得有些是装备的嘛，冰冻。哦，这个是抗性用的。哦，手给谁呢？瘦，那是头子吧？用过的册子，香蕉皮，大便，好，就这样。刚刚是哪一个？存这个吧，应该是一样的啦。还有不可能做不一样的，我记得是一样的。对啊，一样的，看起来是一样。对，一样。你怎么会在哭？我娘她突然重病，我怕她没机会再见到出门在外的爹。生病找大夫看，大夫说现在只有天仙体有顶丹能够让我娘起死回生，这种高贵的药我一辈子也买不起。我们有钱送给你让大夫抓药。大夫说天仙提顶丹由千年灵芝珍珠阳精花调配而成，医者高级药材缺货，因为他没有配药能力八级，那是蒙古大夫啦。下如果没有现成的药就帮他一下，没有也不能继续耽搁，寻找五行秘宝才是要事，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。
这边爷爷说的对，好多大人都是贪心的坏人，我一辈子都不要告诉你们土司密码在哪里。你知道土司密码的下落？该不会是这个小孩情急生智，想诱咱们救他娘吧？这阵子以上春节为名的诈骗可是不少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是这名爷爷托梦给我，只有救我娘的好人才能将秘密告诉他。小朋友，不要担心，我去帮你找药。天下之大，不肯踏遍各处寻得五行秘宝，此法可是，我们走吧。我还想你们怎么那么慢，不用告诉我了，我自己一家去了。大师，您放。阿弥陀佛，你施主好心地，老僧往生咒会多念几遍的。这边弄糊一个问号，你不要被吓唬了，这真道多半都办弄些鬼玩意来骗人，不失金钱，有真实道行的天下恐怕没几个。瞬间消失，老和尚一定是耍什么障眼法。哦，调天仙提顶仙丹。那哥哥，你们有天仙提顶丹的吗？这是你要的天仙提顶丹。太棒了，你们都是好人，我先去救我娘。难道又是个诈骗的小鬼头？我们先等等看吧。我娘病好了，谢谢你们。神明爷爷托梦给我说，其实没有土之极端处。我就说嘛，小鬼知道的屁。这样我们就不用寻宝，大家回家吃饱睡觉。哟，谁说的？就算没有土之极端处，还是要寻宝，不准睡觉。神明爷爷说，因为我们脚下站立的大地承载万事万物，广大无边，本来就是一体，到处都是土之极端处，所以没有土之极端处。有道理，这种想法应该不是小孩子随便乱编得出来的。那你快告诉我，土之密码在哪里？大地图东北角有一个废弃的小庙，里面供奉的土地公像就是土之密宝。我们走吧。大哥哥别急，那尊土地公很灵，除非你有扛得起一座山的神力，不然休想搬动它。那你说跟没说不是一样？我们还是拿不到土地公像。只要找到三只诚心之香，诚恳地拜托土地公爷爷，他一定要帮助你们的。好，哦，这边有一个，这是其中一个。哎，那右边这个嘞？两个，啊，现在找到两个了。还好我丐帮土地管不天下，探得你们踪迹，不然这土之秘宝土地公像就落到你们手中。我的爹，土之秘宝不可能交给你们。你爹不是万恶罪魁的仇还店店主仇仇，又是上神诀落到他手中，江湖只有为王两字可以形容，请你们想清楚吧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们是要做江湖圈大侠。不管怎么说，江湖上现在有孤商业大侠当的武林盟主，由他调停一切事务，为了武林长远的和平，请你们勉为其难的交出东西吧。你们这种跟踪抢夺的做法跟盗匪又有何不同？要完成大事不能拘泥小节，交出土地公像，孤大侠一定要帮你们出面解救江湖缺。别跟他们啰嗦这么多，既然不愿交出，想想被妖物附身比我会场屠杀群小的账，就在这一块算。你这两个废物。现在没有东西偷，废就算了，还没有东西偷。不过他好强哦。
好烂哦！你放个招式都不放，放一下是会死你。哦，空体金哦。哎，他不是不打、啊？你们胜了也没什么好高兴，都怪这败事的打狗干子，偏偏选师姐给我干掉。不要说了，回去顶爆，盟主自有决断。两个废物，走了。你不是我娘的十一兽咆哮吗？原来你娘叫我从太虚一劫召唤出来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那天睡过头，迟到了。等我赶过来的时候，战斗已经结束了。偷懒的咆哮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回太虚一界？没有主人的命令，回不去，只能在这里永远待着。我好无聊，你送我半个主人，给我一个命令吧。你这是笨咆哮，你现在又……哎，这要选二了嘞。遵命。哎，你怎么是用走的？你不能传送吗？你可以不要用走的吗？既然打算从这里走路到灵方，这是空间幻术到底有没有大脑？他的太虚空间转到这里是真是假？这是够了。哎哎，结果仇心有帮我吐槽了。哦，好吧，首先有人帮我吐槽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还以为他会带着我一起飞过去的，就没有，丢脸死了。还睡？起来，你这个懒惰的十一兽。从南方的蓬莱岛有七兽的好朋友，要如何找到他？算了。好，就这样。你们怎么会有翡翠戒指啊？能得知咱们暗号的人在江湖中屈指可数，想要做秘密的买卖吗？我这个商品只比平常贵了两成而已，如何？哇哇，比林芳卖的还要好哎！我有钱吗？不管有没有钱都要买。白龙珠刃剑，宋朝官宦人家为求一把胜过其他的剑器的宝剑，特定一支铸剑是融合各种材质所制作而成的，美丽的女剑师所做。先买再说了，钱够吗？干，钱可能还不够哦。无属性跟有属性的。哎，刚好够，可是还有这两个，强壮、脚穿，加七而已哦。哎呀，要重按是不是？靠腰嘞！那先结这个账。完成教育就没了。好，那下次了，下次再说。干，北七哦，不是北七哦，台湾的地图，蓬莱岛，怎么跟二人谷的音乐一样？
你是谁？我就是彭罗岛上鼎鼎大名的魔兽试御家小智。魔兽试御家是什么东西？是御人之吗？不不不不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有专门养育召唤兽、死翼兽、各种神魔妖兽的训练家。你这小鬼说的是真的吗？爱护动物的心是不会分大人小孩的，只要将爱传达到动物的心里，给予适当的训练，所有动物都能提升能力。你能帮我的召唤兽提升能力吗？姐姐，你好漂亮哦，嫁给我当新娘怎么样？小鬼，这个……哦，原来有人会不高兴，那就算了。来，你的召唤兽借我看看。哎呀，这些召唤兽养得真不错，迎接受爱心的女孩子一定是个好老婆。算了，要我去帮忙增强召唤兽也是可以，我想要去神州找各种奇兽，我需要一间住的地方。冬天上外建设一个叫林芳的地方，他们非常欢迎新的朋友去住。我这就去了，你记得来找我哟。你该不会一样走的吧？他都叫小智了，你们觉得还是什么？都叫小智了。你要纳多皮卡丘？你以为是张雅琴是不是？雅琴姐。台湾就长这样吗？这么小？沙？欸？很新的东西，很新的东西，很新的东西，不就是我想的那个东西吗？是一体的吗？啊，登蛇丹啊，莱厄雷诺皮卡丘哦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皮卡丘？我只知道伊奥纳多皮卡丘。好，我们回林芳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子啊。好，后面的剧情就是继续寻找五行秘宝。那我们下一个去的地方去移花宫齁。好，就这样子。